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君子兰是一种特别有风骨的植物，华如其名，它长得亭亭玉立，看上去端庄典雅。想让君子兰花见猛抽，花开更多，到底有什么秘诀呢？其实世上一种特殊的肥料才是大功臣，这种特殊的肥料就是动物粪便以及骨头。动物的粪便以及骨头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C、 氮磷钾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这些都是植物生长必须的养分。如果家里养有小猫小狗，可以将它们的粪便集中处理，晒干之后埋进花盆里面。平时在做鸡鸭鱼肉时，也可以将剩下的骨头风干，和动物的粪便一起埋进花盆。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将动物的骨头磨成粉，这样吸收效果更好。动物粪便以及骨头的肥力持续时间长，每三个月施一次就行了，既省钱又省力，君子兰轻松花见抽出，花开更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